这游戏叫做 Katana Zero， 是一个可以控制时间的武士。我们就直接新游戏吧。剩余十日，什么？我的寿命吗？哇，它是一个高画质的像素。有人死掉哦，武士哦，这要干嘛？左键。哦，他把子弹砍回去哎，反弹子弹。这是我们的主角武士。哦，武士好帅哦。哦，他空中居然可以连砍，而且还可以越砍越高哎。这真不科学，呵呵，真不科学啊！冲啊，冲啊！武士，飞檐走壁的武士，好，可以下去。哦哦哦，这是下水沟，下水沟盖。啪！哦，诶，我刚刚是直接把门敲爆吗？他直接把门斩，我以为他把门给斩掉，没有。啊，我们潜入了，潜入了，潜入了。啊，现在播放哦，音乐不一样啊、哦。工厂藏身处。哦哦哦，我们现在要解决敌人。我来了。哦、看起来就是弱弱的。我来了。有猫、那是猫咪吗？哎，猫咪，后面有只猫咪，还好不会长到猫。Go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跳哦啊，他可以三角跳哎，这武士可以三角跳，哇哇哇，把人打飞到那边去，嘿，这边我们三角跳，哎，三角跳的时候也是无敌的。接下来按下哦，时间变慢，趁现在滚，哇，哎，这个这一幕好经典哦，就是你要经过这个高速旋转的电风扇，你要让时间变慢。呵呵，来，哎，我发现上面其实有一个沙漏，就是我们其实是有时间的，每一关都有时间的样子。完啦，我滚，嘿呀，完啦，麦当劳欢乐颂，好，关掉。啊，这是我们要救的人吗？我需要立即动身，我还可以抢着回答哎，我可以不等他废话哎，好，快走，好，带他走，带他走，走走走，哎哎，哦，他爆掉了啊，他被放炸弹，哎，这里是，哎，那个黑影是谁啊？我现在在玩一个丢球游戏，而且这个符。这个房子浮在宇宙吗？浮在半空中诶。诶诶，有人。诶，原来是恐怖游戏。哇哇哇，剩余九日。好、哦、现在播放。这里是杀戮酒店。杀戮酒店。我们攻击计划开始。上楼。诶、啊、应该是有人会来。哦，有人。诶，有人跑掉了。老大是龙王，龙王来了，龙王来了，快拉警报！哦，他跑掉了哎，好，哇，好多人哦，盆栽，我来喽！哦，等一下，我居然砍不赢他们，我的刀会被他们抵挡住的样子，我砸，好，我们先给他隔挡一次，再来，这个是什么？番茄酱吗？还是酒瓶？我滚啊！我知道用翻滚的，翻滚的就可以了，闪过他的第一刀就可以了，闪过他的刀就可以继续打了。挥挥挥！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，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说下你的遗言吧。好，经由你们的手造成如此多的苦痛，再见。哦，又做梦了。又自己做噩梦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博士被轰了哇！剩下八天。哇哦，霓虹舞厅。好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
哦哦，有那个我们要偷偷过去耶，他叫我哦，我们要偷偷的哦，可以混入人群中耶，混入人群摇摆，摇滚摇滚，哎，这样我怎么过啊？啊，我们要先站在中间，可以斩了他吗？好像不行耶，摇滚摇滚，你可以看到武士也在摇滚耶，有一个黑影在摇滚，这样。哎呦，摇滚摇滚，跑！好，楼上还有，然后小心的慢慢靠近。哦，电音头在里面呢。哎啊，这个怎么过啊？这个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哦哦，摇滚摇滚。好，接下来要等他，等他跑两次，居然可以混入人群。好，趁现在 ，OK， 等他走过去吧。走走走，哟，走喽。OK， 再来，上面会不会有人？我来喽，我来喽，我滚，我斩，哦，帅！哎，还有两个。OK， 接下来那个有枪。我来了，我滚，我斩呀，真帅！还有吗？这边先菜刀先拿着，右边好像很危险。喂，菜刀给你解决。哎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那个，喂，哎，哦，过不去。哦，让它失效，这样就失效了。嗨，电音头，好，你是真的存在的吗？我是来杀死你的。好说好说。哎啊啊啊！哎，死了。哎，嗯，护林监狱，行动开始。我闪。偷偷摸摸的，哎呦，没事。啊，有人，哎，不能杀他们呢，这样我怎么办？哎哎，已经死了。等一下，不是我杀的，已经死了。有人已经来过了。啊，这边。啊，是他吗？哎，还活着吗？原罚，他的尸体还温的。哎。龙王，你被我们包围了！等一下，这是陷阱啊！这是陷阱，他被塞到马桶里面呢。不，我被暗算了。最大武力，可恶可恶！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啊，我应该是不能站在门边啊，站在门边好像会被发现。啊啊啊！怎么办？啊啊！上面楼梯上面应该没事，这里应该没事吧？好 ，OK OK， 偷偷的偷偷的躲，躲这边，躲墙壁应该比较好躲。然后，快转过去，快转，好，哎、欸，完美。完美完美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无伤过关了。好，快走开，快走开！哎，时间快到了，上面的时间，快走！不要开我枪，我斩！啊，他死了，失去讯号。剩余六日，地上有一把刀，哎，真方便。51号摄影棚。地上有一把刀，不过这个刀只能丢出去，所以我只能砍一刀。撞门，我闪，我丢，好，丢，我滚，我丢 ，OK， 完美，帅气，哇哦，做矿车喽，麦克夫吗？好 ，Go Go Go， 来，我砍 ，OK，
欸，这要怎么办？我要跳。好，怎么像麦块？欸，啊，不是，跳。啊，我好像太快。我滚，斩。OK。啊，我们还要去赶车欸，赶车，赶车，赶车。欸，再上车，赶车。哈哈，还要再回来。不秀，好，小心走，我滚，好，趁现在，好，上面的没有发现我 ，OK， 哎、欸，哦，就过来了，嗯，好，还要坐车，坐车，坐车，嘿，好，这次要小心一点了，嘿。OK OK， 会啊！我翻滚，我斩啊、哦，没有问题。哎，右边这个是紫色钥匙卡啊、哦，我们需要捡到各种钥匙卡。好，所以看起来是每一层楼都有一个钥匙卡。第二关是太空移慢，慢移，太空慢移。好多好多人啊，这看起来是要炸斩我闪，诶，没打到，好好好，走人走人，过来呀过来呀，好，把后面那个背景也砍了， OK， 没事，好，没事吧，这个到底会不会打到人啊？没事没事，哎，这个是黄色钥匙卡 ，OK， 我们主要目标就是要拿三色的钥匙卡。啊，好多人啊，丢个菜刀。好，他们连在一起的时候最好打了。哎哎，有门，好。哎，趁他没反应过来，先给他一刀。哦，好多人哦。楼上，楼上，楼上比较好走。哦，楼上好多东西哦。怎么办？这边烟雾弹下去。哎，烟雾弹好猛哦，他们什么都看不到哎。好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导演，蓝色的钥匙卡。好，开门。噔。好，去追我们那个坏人。哦。他刚到，对，他一个人来的。我来了，我可以，这我可以斩吗？我好想斩着他哦，这家伙好欠揍。好，开始吧，来呀、啊，打架吗？哇，秒死！等一下，秒死！他也会慢动作吗？哎，好像是哎，他居然哦，我都打不赢他哎。他说：“我这样砍不到他哎、欸，我被摔就会，他就会开枪，然后我就要把他子弹弹回去，这样我打不到他哎、欸，我他把我刀接住，然后我就，哎、欸、哎，宕机，哎、欸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宕机，这是故意的，哎、欸，我打赢了，哎、欸，我死了，哇，太混乱了，我啊嘞。”好帅哦，资讯量太大了。刚刚应该是我们尝试了几百回，但就是一直杀不赢。好，时间倒重来了好几回。这是你唯一得到一次的警告。哇，好帅哦！不要把我的仁慈当作是软弱。